我们先取出三号的金线，我们这里呢要将线调整到一短一长，我们这里呢线是不需要进行分股的，我们直接将线穿过来以后，将线调整到一短一长，我们只在长的一端上进行打结。接下来呢，我们要用锻炼绣来缝制这里的四个图案部分，这个方法相同。上方呢，我们也是使用同样的方法来进行缝制。我们下方这里一个图案缝好之后呢，我们可以给它收针打结。这里来教大家一下我们打结的方法。我们需要将布料翻转，用针挑起小部分的绣线，将针穿过。接着再将我们的针从后方线圈里再次的穿过，收紧后方线圈。这样呢，就是我们结尾收针打结的方法。我们结尾这里收针打结的方法不固定，我们只需要能在背面将线固定住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另外断线，再将我们的线进行打结。我们再来缝制上方的图案部分。另外两侧，这里的图案部分呢，这个方法相同，就给大家重复演示了。接下来呢，我们再用回针绣来缝制边缘线条的图案部分。大家这里呢可以根据我们的说明书来区分对应的蓝色线条。
这样呢，我们的另外一边这里的两条线以及这里的轮廓部分，大家使用同样的方法来缝制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取出蓝色金线，我们这里来缝制蓝色金线所对应要缝制的部分。我们上方这里呢，使用的针法是回针绕线绣，下方这里的线条部分我们使用的是回针绣，这里两个图案部分同我们这里相同，使用的是断面绣。我们先用断面绣来缝制对应的图案部分，这里的制作方法同我们刚刚的这里制作方法相同，给大家演示一个的制作。接下来呢，下方这里的图案部分我们就根据上方这里断面线来缝制，另外一边这里的制作方法我们同这里制作方法相同，就给大家重复演示了。接下来呢，来给大家演示一下上方这里我们回针绕线绣的地方如何进行缝制。首先我们先要缝制一圈的回针绣，
这样呢就是我们回针绕线绣的方法了。另外一边大家使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参考来进行制作。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取出我们的细针还有我们的透明线，我们要将透明线穿过我们的针孔之后，在结尾位置这里进行打结。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固定我们的珠子部分。下方结尾这里我们的线结可以打得多一点，这样可以有效的防止我们的线头由于太小能从我们的布料里穿过来，没法进行固定。这样呢我们的线结就打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固定我们的珠子部分。我们这里呢蓝色的珠子一共有三个款式，大家呢这里珠子可以找一个容器来装一下。我们的蓝色珠子呢分为我们的大珠子以及我们的中号珠子还有我们的小的珠子，一共三个规格，我们分别对应来固定在大珠子的位置还有我们中间珠子这里的位置。这里的小的珠子呢我们是来缝制这里这个地方，我们下方这里呢我们均是使用我们的中号珠子来进行固定的。我们这里呢大的珠子只固定于上方这里的四个地方，正反面所对应的这四个地方，一二三四。接下来呢来分别给大家演示。我们先将针从圆心的一端向上穿过来，接着呢我们取出大珠子穿过我们的针，从另外一端向下穿过去，这样一颗珠子就固定好了。接着我们再将绣线移动到下方的圆心上，我们再来固定中号的珠子。接着下方这里呢大家也可以根据图纸来确定固定什么颜色的珠子，都会给大家标记。我们下方这里呢需要固定我们的粉色珠子，我们可以从容器中挑出粉色珠子穿过来进行固定。下方这里呢是中号的蓝色珠子，接下来呢另外一半呢我们的颜色搭配大家就参考我这里的颜色搭配来进行制作就可以了，就不给大家重复演示了。包括我们背面这里的图案部分呢大家也参考我们这里来进行制作。到这里呢我们的绣布图案部分就已经给大家全部演示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来缝制我们纱布上的图案部分，我们这里呢需要将绣布绣绷拧下来，这里大家一定要是将我们图案全部缝好之后呢我们再来取下绣绷来缝制纱布部分。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取出我们的纱布翅膀部分，这里呢我们需要取出绣绷，绣绷这里呢是没有办法一次性将我们整个图案来进行绷制的，这里呢我们的一个翅膀可能要分成三次来进行缝制，这样呢一次来缝制这一边，然后呢我们取下绣绷来将中间两个翅膀放置在一起，然后我们来缝制中间这里，接着我们再将绣绷挪至到旁边来缝制侧边的这半个翅膀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先拧松我们的绣绷来进行缝制，将我们的绣绷放置在图案下方，将图案进行固定。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取出我们的粉色金线。我们这里呢，要用一股线，回针绣我们来缝制，平针绣我们来缝制这里线条的部分。但是我们平针绣缝完之后呢，我们需要再绕回去将我们整个线段补齐。下方这里呢，我们可以打一个结，然后将我们线头位置给它进行一下修剪，这样我们线头在我们的布料当中就不会很明显，也能起到一个美观的作用。我们这里呢，缝制的开头位置我们要在内部侧边这里来进行穿针。这里呢，两侧制作方法相同，这里会使用这一侧来给大家演示，另外的三个图案部分大家使用同样的方法来缝制就可以了。
大家这里的线如果不够了的话，我们是需要进行断线的。我们这里断线呢，我们可以往回缝一下，然后在我们的背面这里将针挑过一小部分的绣线，将针穿过，接着呢我们在后方线圈里这里给它打一个活结，打一个死结。我们在固定线的时候一定要用手扶着我们这里，我们不要直接这么拽，直接这么拽的话我们的纱不容易破。我们像这样将线结打好之后呢，我们用剪刀沿着边缘这里进行一下裁剪，这样呢你看我们的开头的部分在这里，结尾的部分在这里，就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整体效果。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取线，然后我们接在这里继续向下来缝制剩余的图案部分就可以了。这里呢我们在缝制另外的部分的时候，我们需要先将袖钩拧下来，我们将袖钩固定在中间位置，同时来缝制两侧的翅膀，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将袖钩取下，将袖钩移动到中间位置这里，然后我们再次的进行固定，确定好翅膀的位置之后，我们再来将袖钩固定拧紧。接下来呢我们的另外一边，大家可以从结尾这里来继续从下向上来缝制，大家也可以从上方这里进行固定，然后我们来竖着缝制都是可以的。制作方法呢就和我们刚刚另一边的制作方法相同，下方这里能打一个小的死结用于固定我们的线头，然后呢我们再次的来缝制线条部分就可以了。这里呢我们下方这里线条缝完之后呢，我们这里的部分我们大家也需要来将我们的空余线段补齐。
这里呢，同样我们需要在背面收针打结。我们打结的方法一样，我们挑起一小部分的绣线，将针穿过。接着呢，我们再将针从后方线圈里再次的穿过，收紧后方线圈。这里呢，我们的纱布图案也给大家演示完成了。接下来呢，那大家的我们的布料以及纱布上的图案部分，大家就参考我们之前刚刚给大家演示的方法来进行缝制就可以了。大家这里需要将所有图案都缝好之后呢，接着我们再来学习如何进行裁剪以及缝合。这里呢，我们将纱布和绣布全部缝好之后，我们先来缝制我们布料上的图案部分。我们先将纱布的翅膀部分放置到一旁备用。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取出我们的粉色线两股来进行我们的翻口缝合。这个地方呢，大家要注意，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布料对准家里的窗户，或者直接在背面这里。如果大家能看清我们线条的话，我们需要在背面画上辅助线，用于我们缝合作为参考。我们沿着最内圈的线条部分来进行描绘。大家如果这里呢看不清，大家也可以将我们的绣布贴在我们的窗户上，透过我们的光就可以看到我们背面的线条部分。我们沿着最内圈的实线进行描绘。另一边，我们使用同样的方法来画出我们的辅助线。接下来呢，我们将布料翻转到正面，我们沿着最外圈的线条来进行裁剪。
这里呢，我们缝制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它断线，我们需要将图案部分给翻过来。这样呢，我们就将蝴蝶翻过来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用我们的藏针法来缝合我们的翻口位置。我们将针从翻口位置这里出针，接着呢，我们在竖直对应的一面向下入针，并向前出针。接着我们再在对面竖直一面位置向下穿针，并且向前出针。同样，
我们结尾之后呢，我们将线穿过我们的布料，从其他位置穿过去，然后就可以了。到这里，我们的蝴蝶翻口就缝合好了。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来再次缝合我们的纱布。我们这里呢需要将纱布取出，我们根据下方的编号来区分我们的正反面。接着呢，我们要将正面这里相对。我们在背面呢，沿着最内圈的线条来进行缝合，缝合方法同我们布料的缝合方法相同。我们翅膀缝合这里呢，我们要将线调整到一短一长，我们只用一弧线来缝合。接着线头位置这里，我们可以用剪刀将它剪断。接着呢，我们同样要先要预留出我们的翻口位置，我们预留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入针缝合我们两片布料。这里呢，我们的蝴蝶翅膀缝制到剩余四分之一个翅膀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停下来。这里呢，我们的蝴蝶一共分为两种缝合方法，一种是我们直接将里边的布料包裹在我们的纱布当中，另外一种呢是我们的纱布和我们的主体部分是分开的，像这个样子两层来进行制作。如果大家想要做成我们这种包裹在里边的这一款呢，我们的翻口位置需要预留的大一点，预留大一点之后，我们一会儿将边缘裁剪开，将布料翻过来之后，我们将
要将我们的蝴蝶塞进去。如果我们翻口预留的小的话，我们的蝴蝶这一块主体是塞不进去的。如果大家想要做成两款翅膀和我们的主体是分开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的翻口可以预留的稍微小一点，因为这里我们只需要将我们的翅膀能翻出来就可以了。这个地方是大家要注意一下的，缝制像这一款包裹在里面，我们的翻口位置一定要预留的大一点，否则我们的主体是塞不进去的。这里呢，如果我们要缝制这一款包裹在里边的部分，我们翻口预留的大一点，结尾这里呢，我们要给它进行打结藏线，我们将针向回缝制几针，然后呢，我们再挑起小部分的绣线，将针穿过，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打结就可以了，就给大家重复演示了。接下来呢，我们如果要缝制分开的这种款式的话，我们就继续向下缝合。这样呢，我们的翻口位置预留好之后，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沿着边缘进行裁剪。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哦，我们的纱布这里大家一定要轻一点的去拿它，然后就是边缘这里大家不要用手去摸它，很容易像这样有我们的毛边。我们在裁剪边缘的时候，我们用这种先缝合再裁剪的方法，也可以有效的避免我们边缘起毛边的现象。